他的前妻发文，有人说今年是渣男现行季，就是你揭发了一个渣男，然后转眼又一个渣男现行。对这件事情有没有一些心有戚戚？嗯，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好男人呐、啊，好不好？台上没有机会讲话、欸、因为这个台上的行程也都蛮紧凑的，对啊，我想大家都是支持四个不同意，所以昨天全党大家也是都非常的积极在拉票，那到今天我相信大家还是这个全力的动员。昨天有消息出来说好像当时林炳书有追吴思瑶，你自己之前有知情这件事情吗？这我完全不清楚哎、欸，所以就对啊，大家现在关注的议题应该是四个不同意。真的没有机会互动，哎呦，小心平常有互动啦。对啊，好了，谢谢大家。所以因为昨天还有那个王力宏是说他的前妻发文，有人说今年是渣男现行季，就是你揭发了一个渣男，然后转眼又一个渣男现行。对这件事情有没有一些心有戚戚？嗯，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好男人呐、啊，好不好？你关注这件事情吗？昨天网络好像蛮那个热闹的，对啊，但对还来不及发了。等一下回家赶快发了。那渣男有没有觉得很爽？自己也揭发了一个渣男。嗯，不知道，还是希望不要有渣男，还是希望大家都幸福比较重要。